们菜也准备好了，锅中倒油一点点，这是一丢丢吗？锅大，这锅大，肉、鱿鱼。稍微翻炒一下，然后就加入适量的水。唐心最爱吃的豆腐，接着就是根据你自己喜欢的程度加醋。唐心是吃醋狂魔，所以我要加超多。最后就是海量的黑胡椒，放上香菜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香，就滴一点香油。虽然这样子会让热量再高一点点。哦，好咸了，好咸了！啊，你也太多了吧！加一点我爱的醋。感受一下，有鸡肉，有蔬菜，嗯，是很好吃的，赶紧做起来吧，老公，明天还要吃啊，后天吗？也要吃啊，大后天吗？还要吃啊，好的，你要吃我就天天做给你吃。